Norio 往里面切，我这个球在下面被刀掉，球再绕回来。哦，裁判这边要抓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，抓的应该是菲律宾五号的 Tenorio。菲律宾五号 Tenorio 违反运动道德犯规，三分钟教练500万元。哇，这个球拖得非常的干净，又拉了一个身体。违反运动道德犯规，累罚数量四分。赵门天杰有现在罚球的机会。这名选手是在大陆出生的，之后入籍日本。媒体报道还说他会讲中文。啊，爸爸也是打篮球的。这他自家人，他们家里要开餐厅了。开餐厅的一个食物应该都是除了一个优生学之外，能吃的食物也是来得特别的好，所以才能长这么高。是是是两罚中一。